哎，那你这么大腕，我想问一下那个猴子，大腕他都穿自己的衣服了，你为什么不穿猴子的那个面具呢？猴子在哪儿？这个就是这位，哎，猴子，要不然真分不出来，幸好身上挂了串钥匙，挂串钥匙，你是这边物业的吗？然后给别人开门的，仓库看大门的，对，因为我是老实人，所以呢，要跟大家合群，穿一样的。猴子啊，你自己合唱完了，你觉得里面有没有你很熟悉的声音？多么熟悉的声音，有没有？远离吴清风，不做萧敬腾，我还是不要说好了。哇，哎呦，看来是有，哎呦，看来是他不是，他不单纯是老实人，他是会做人。哎呀，哦，这世界很酷。